临近大溪渔港的大溪停车场，虽然设有三个大客车停车位，也能停放135部小客车，但地方反映杂草已经很久没有修剪，环境相对凌乱，所以急需改善。同时建议透过公共艺术彩绘以及增加休闲设施，来营造更优质的观光环境。光说哈，哎，一旦哈，把这个所在哈，诶，周边哈，一旦佮美化，建设佮较好，哦，哎，安尼来时阵哦，吼，真济人来遮。啊，观光客嘛有会当停车，嘛有休闲的所在。这道是迄、那个应该小美食街啦，美食街咱拢伫遮内，啊，这会当哦表示讲伊咱拢内底拢伫卖海产嘛。啊，卖海产这个所在吼，那会当美食街，啊，这来甲彩绘者也是好啦吼、哦。建议讲，甲滨海公路边啊这条绿带，会当做一挂休闲设施啦。哎呀，比如讲做一挂椅啊。像这次两点个的话，一片一块一片的话，就贴滚多济安尼啦。对地方的反应，代理镇长蔡文义表示，一周内将先清除杂草，对休闲设施以及彩绘艺术，将会跟代表会研议，取得相关单位的同意后，逐步来进行规划。即刻啊，来把这个杂草啊，赶紧来给伊清除，吼、哦，这个环境赶紧恢复。另外啊，针对咱这个。民意代表所建言的，就是讲来美化着咱周边的这个工课吼。阮回去甲这个公所内底，阮会赶紧来建议。伫适当的时间，阮会找出一个上好的办法，会当来甲这个停车场来做上好的美观的设计，予游客、予民众有一个休闲会当来佚佗的一个好的所在啊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